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花甲粉丝，没有男朋友的请自行动手。花甲粉丝想要味道好，蒜蓉少不了，用油激发一下香气，特别的惊艳。我觉得身边要有一个人像花甲粉丝一样，不一定要贵，但是要对你的胃，那就够了。其实相比于花甲，我更喜欢里面的金针菇和粉丝。吸足了汤汁，除了好吃，我真的没有其他的形容词了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